是船，是海，是大阪港。对对对，是海盗船。那这上面多一个渡渡船，上面海盗船。三二一，吃早餐喽。人太忙了，早餐超级丰盛。今天是面包区，好像主要就是这两排啦。然后这边是沙拉，看一下它生菜种类，生菜罐。这边是什么茶泡饭跟一些字味噌汤，甜点有这些。然后差不多就这样，然后这是早餐的地方。这样讲应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我的主食是什么。纳豆，我现在已经很习惯吃纳豆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是这间 hotel 可以免费租借的东西，真的好棒哦。今天是在早上10点左右，我们比较早来新斋桥这边要拍跑跑人，果然比晚上的人少了大概3倍吧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好好的拍照了！叮叮叮，来到大阪一定要拍泡泡人。我们在河堤下面，给大家说个秘境，新斋桥这边的下面河堤这里啊，后面的这边有个楼梯，咱们走上去。哦，啊，对不起，没开。我就在这等他来开。现在已经10:50了，再等一下他这个门就开了。这楼梯上来呢，这边进去呢就可以到这边。灯笼有没有看到？这起跑线刚好可以对准这个跑跑人。耶、yeah, ！我等到开门了，现在57分。哎，哦嗨哟！耶，可以拍照了，各位。这个啊，就是要去对它这个线，它在这边。哎，这样，我现在要对好给我爸拍照了，各位学起来啊！来，实际上是要用直的拍照，像这样。来，各位。3、2、1，又卷夕阳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天宝山，然后因为我们的周游券是买2日券，昨天已经使用了，所以今天呢就是继续开卡，因为它开了第一天，它第二天就是持续使用，那就直接用周游券搭那个他们的地铁去天宝山。哇，摩天轮，这个是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摩天轮。后来呢，大家就越盖越大，所以它就被超过了。巨大的乐高长颈鹿，可以来跟它拍照哦，可爱死了。我们看今天游客没有很多，决定先来坐摩天轮，因为摩天轮很多空位，所以应该不太需要排队。哦，真的是很大哎！感恩赞叹周游券，天宝山大观览车，它有透明车厢。我觉得今天这种天气坐透明车厢会黑到爆炸。我决定要搭透明的，在美景之间，紫外线是不足为惧的。透明的来的，其实透明的就是白的啊，我没看出它的差别。好了，它就多了一点点下面啊。哎、欸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！噔噔，后面是船，是海。是大阪港，噔噔噔！你看这边，整面都是海，风景之好的。这里面有那个空调哎、欸，他刚刚还说没有，我刚问他这边有没有 air condition， 他跟我说没有，但是这边有风，所以他这边其实不会热。好像还看得到环球影城，只是暂时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环球影城了，这里。哦，云霄飞车。然后这是海游馆，我们等一下会去搭现在这个，有人在排队上船，我们等一下会去搭这个。现在转到另一面了，可以看这个，哎，这什么桥啊？这个桥呢是阪神铁路的铁轨。哦，玩真好，快要下去了，还有长颈鹿。现在要来买搭船的票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周游券，所以我们也不用买。这边写了，如果有周游券的话，直接去搭船，不用换票哇。然后像我们现省就是1600，便宜。然后它的时间是整点会开船，就时间整点前15分钟自己来排队。我们来排队喽。它这好像是没有划位的，就是谁先到谁先抢位置。好暗喽！
海盗船吗？但是上面多一个骷髅头，就变海盗船。上面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船长室。这个就会睡。我妈说要去二楼比较好。你不是要去二楼吗？是骗子。然后我妈就这样子走进一楼了，她骗我们上来晒太阳。哦，最前面是要演杰克罗斯吗？这是船尾，这不是船头啊。我其实没有想要坐上面，我以为这边有餐厅，被妈妈骗了。她说二楼有餐厅，我走上来发现根本没有，就有在一楼，她又在乱讲，气死我了。然后后来来了800个小朋友，我再来就要疯了，开始有一些尖叫小孩出现，我眼前的景观变成这样，变成这样，我的眼神从这样变成这样，离岸喽。拜拜，我跟他挥手，他就跟我挥手，好可爱啊！现在要来千里寻母了，这个抛下我的坏妈妈，叫我上二楼，结果你直接跑来一楼，就在吃冰淇淋，还吃炸鸡。餐厅的景观不错呢，重点是不用吹风，不用吹风。哦，现在开来环球影城啦，过山车，不是，等一下讲消费车，过山车是另外一边的讲法。其实我觉得吼，这个游轮吼，看的景观吼，跟那个吼，我们刚刚搭那个摩天轮吼，一模一样吼，就是更近一点啦，就是摩天轮看到了这边都看得到啊，就是近一点。那就是那个很大的大桥，蛮壮观的，过桥喽。现在是。爸现在要我妈拍照，靠港咯，搭船的时间就是40分钟整整的，还蛮准时的。下船了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大家搭这个是什么圣玛丽号吗？对，搭这个船可以选择在黄昏的时候，黄昏的时候非常漂亮，但黄昏的时候只有六日才有这个时段，如果你是一日的话是没有黄昏这个时段的。晚上我们想要坐这个新街桥这边的观光客搭的船，然后好多人在排队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周游券啊不能直接上船，要去旁边换票。本来我们想要分工合作，就是一边排队一边一个人去换票，但他坚持要我们有票才能排队。周游券换省了1200，一个人耶耶，快45分了，我们的船回来了。他们现在很像动物园里的动物，好可爱，跟我挥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但是还有没有边边可以坐？有，还有边边。哎，我们坐这边。我的票的位置被我爸嫌了。哦，这个好亮，这个什么东西啦？广告船哎、欸。搭船地方在新街桥的今天的殿堂的门口。打给他一个爱心，拜拜。对，如果有周游券，我刚刚有讲要去这个地方换船票，然后也就是不用钱，然后很多人会跟我们嗨，我现在也在跟大家嗨，我觉得我们就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。船现在转弯了，他叫我们转回去拍这个新街桥，但这个桥墩有点碍事。这个方向果然漂亮多了，大家都在拍照，好像在看演唱会哦，那个满满的手机耶。很多人在拍这边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，我就也来一起拍一下。他们在拍什么？热狗，哪里有热狗？热狗大叔，这个最好是拍得到啊，这个这么高。这个金二殿堂比较可爱。那个快点，帮人。体育馆，然后这个桥生理桥特别矮，要小心碰头。你还好啊，你不要站着，应该是碰不太到啊。开到这个地方，过体育馆之后一阵子就会回头了。这个餐厅好像很棒哎、欸，可以来这边吃一下，还可以看一下湖景。结果回程看那个热狗大师才明显，我刚刚去城在网上拍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
到岸了，大家拜拜。然后结束还有一个手势，就是拍手的方式。大家的节奏感不太好。来吃免费的拉面喽！但是呢，是我爸妈要吃，因为我不吃淀粉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一个海南鸡饭，没有饭的海南鸡饭。不知道这个跟 Domi in Premium 的拉面比起来怎么样？看起来很浓郁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它有肉哎。它比那个东米印的还好，因为它有肉。这个是清酒，啤酒在另外一边。这个啤酒机很酷哦，推，叮叮叮叮，酷毙了耶！喝酒就吃宵夜喽。这个肉给超大一片的，以这个免费的拉面来说，我觉得超赞的。